报什么报？你又报不到。嗯，你又在说什么呀？你在厦门去应聘海底捞了吗？段奕璇儿，你这样子很，怎么这么会哄人啊？这就是你身边有这么多好妹妹的原因吗？哼，死道婆。这就是，算了，我也死道婆。嗯，好。你还有几天才回来啊？刚刚还想翻一下，就是说，今天是不是有人艾特我去看什么直播啊？不是你艾特我吗？不是你让我去看吗？哦哦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发消息啦？我看看，我现在就去看看。我都直播开始，你才给我发消息的。那我直播开始，我怎么回你啊？哼，哼，我等会下了直播回你消息哦。波波。你们，我没话说了，要不还是给大家放一首。怎么样？有让大家刚刚的心情得到一些缓解吗？有被我甜到吗？两只老虎爱跳舞，真的走了吗？那我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玄玄的粉丝也不要想太多哦，你们伤心难过也不是 YBY 一个人的错，你们吃醋也不是 YBY 一个人的问题吧？好了，错了错了错了，如果段奕璇还在听的话，对不起，错了，我错了。完了。我很好哄啊，我都不需要你们哄，我自己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一般都不让你们哄。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要开始作了啊！